不用，可以拍了。有，我在拍啊。拿着相机啊。你要自己拿相机。躲藏的人很想要自己拍自己。你好尽责哦。哎、欸，你们再讲一次刚刚那个。不是，我们等下来整摄影大哥。嗯。我们要趁他们去接小妹妹的时候，我们来。小妹妹。然后他等一下呢，我们的大妹妹要去躲起来，以为他消失了。我们来看看摄影大哥会有怎样子的反应呢？好，不要太完全不 care 了。没有人，那是自己的女儿，好不好？要提早，对不对？不然等下一看门就来不及。不会啊。要穿好。我手机在穿。拍片日常。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穿。甜甜在人家房间嗑瓜子。我没有在床上。甜甜一直很想把它骗进去，可是可是亚米不想进去。哎、欸，亚米，你要不要先去上厕所？对，快点！你刚说我想上厕所，结果就跑出来了。我们这一次的计划全部的主角是谁呢？就是。Yummy， 如果说完全看他能不能，如果他失败的话，我们就全部失败了。现在镜头回到甜甜依然的嗑瓜子，这瓜子很好吃哎，包来介绍一下，业配一下，什么产品？葵瓜子，而且它是甜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它吃，这么好吃哦！你把它嗑出来，然后放在一个盒子，对，我们来吃。什么脸？他直接嫌弃我们了。对，我直接啊，所以我不能吃。这种话，我拿到底要不要整？要啊！我先看一下你躲的位置。你大概五分钟后，你就要去躲起来。没有你，我看一下。我觉得你先用你的手机。哇哦！哇哦！你知道他这个脚踩的就是我的脚。你看他们在做娃娃哎，不行，我觉得那边好像。你先躲一次，我看一下。来，你躲在哪，要用那个窗帘遮住你，你觉得吗？你确定你这样可以？你这样可以？你这样会动吧？我看一下，其实可以，他不要动的话。那你不能动哦。他不要动，可以。你这样会很热吗？你这样会热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不行，他一定不能很热的状态，不然等下撑不到多久就好热了，就跑出来。什么？他一下就被发现了。嗯，这样是可以，但有，对不对？这样会不会被发现啊？不会，好，我们现在一起，好，你不能那个，你不能动哦，你动书包就会动哦。你真的，但其他人要躲了吗？没有，现在四躲。好，好，那你要先出来吗？还是你要躲？还是你就先坐在这。甜甜一直很想很想整，我很怕来不及。因为他还在传影片，可能没那么快。我的应该很久，我还可以，可以。手机是35%，还很多，好不好？你就架在那个啊，脚架上就好了。他又不是说他不会看吗？我们来看他到底有多荒唐。我开玩笑，你就把脚架拿远一点啊，拿到那个，对啊，你就说我们刚刚在拍照讲的，坐在床上拍照，好，哎、欸，是开门，哦，吓到，啊，没有，你就一样在那边嗑瓜子就好了，然后我就说我在拍你嗑瓜子的日常哦。这么简单啊！真是的，没有想到呢。我们是躲在那里就可以了。哪边？那里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哪里？可是你不能动哦，你去躲好看。你真的不能动啊，因为妹妹会找你。对，你不能动，你动就被发现了。还有我最爱的东西。你真的不能动啊！是真的，可是这样很明显，超明显，照一下。
对，好。可是你不能动。你要找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自由。这个会太热了，然后失败就靠你了。成功失败，讲到这样很严重，一下就被发现。真的吗？这样很荒谬啊！如果一下被发现，我觉得还蛮容易被发现。因为他们明显知道，而且你这样本来就不是长这样，突然这样，那怎么办？那拿下来？知道你是神通电梯什么声音的？对，我会讲很大声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就一直站在那里。可是立心真的不能动，他一大一动就会被看到。立心，你真的不能动？立心，你要不要躲里面？真的。哥哥带来是玩玩具，带来就是玩好玩具，就是问他姐就对了。好，你再讲一次。你再说一次。真的不能动，动超明显。我们笑死。我们家的小朋友快乐死了。对啊，给你看我的壳，很可爱吗？疼的同时还需要喂食。放大甜甜的脸，三倍大，五倍。最多就三倍而已啊。下面放了眉毛？放没有，就是你刚刚整个脸在镜头里面的。缩小缩小。对啊，真的好久。那你们计时看看他什么时候。还要计时。我想放屁。你想放屁？放啊，放在棉被里面。不要把棉被。你们有听到吗？没有。如果你放了、啊，其实对啊。其实我在哥哥家有时候跑步的时候就会放比较大。真好久，很久，不会在外面整我们吧？不可能。倒完瓜子回来的甜甜。哎、欸，虽然我由下往上拍你啊，但你没有双下巴、欸。屁嘞，我没有双下巴。真的，我没有拍到啊。我是讲真的，我是讲真的。那你想要给大家表演一个双下巴？来，我帮你放大，等一下。还给他放大，看一下啊。有。奇怪，我在自己家里拍的。不是，我现在把它缩小，现在是放大了。来，放开我的手。哇，你流手汗了，你是不是很热？直接显示啦。你有刚刚拿着。啊，原来是你的口水，原来是口水。喂食。我想睡觉了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再录了，到时候我要剪很久。好，我要来拍甜甜嗑瓜子日常。甜甜嗑超久的。什么？我那颗瓜我都喂你们。我哪有？到现在一颗都没吃到。对嘞，我明天喂你们。嗨。你要不要吃瓜子？哎，快好了。遮住你的笑容，笑眉。完全不知道他开了。还没啊，好了，我们来讨论一下。好，跟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整摄影大哥接下来怎么做。我妈去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刚刚不是在讨论整嘉宾吗？我们刚刚讨论。
论怎样，不要一直把肚子露出来。我们刚开始在讨论怎样密码，讨论是怎么样。我们没有。要偷他们的嘴巴而已。我们没有啊，我们刚才一直在嗑瓜子，从我出去到现在就在嗑瓜子。他在嗑瓜子，来手机给我看。这是巧虎最新的玩具，他有一个巧虎站在这边，而且这旁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听到这句话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按到了。你按红色，他会告诉你现在是。哦，它上面会出现時鐘的遊戲。到底要多久？到底在干嘛？我们队长生气。你想要介绍什么？巧虎的报时钟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还在录我的吃瓜子，好丑，好丑，这太吵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吵？啊，看好好认真的事。接下来我们要不要来看我们跨年直播的预录？啊，对。把这重一下，计划失败。哎、欸，太大了，重新。你说。